头领来，我帮你消毒。不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消毒枪有没有合格证？里面的溶液啊，对人体有害吗？我就放一些含有酒精的消毒液啊，这样就可以消毒啦。那你知不知道有一些消毒枪呢是不可以放含酒精的消毒剂的，它可能会爆炸的。这么严重？哎，等一下，听一下专家怎么说吧。